虽然每次听暴怒，但是我打完那飞刀好痛哦。喂，继续说啊。不说话了。啊，我们这样子就算平手，平手。现在是平手啊，各一杀。没有啊，继续啊。这个各一杀单支比，先比两杀的人赢啊。有点痛。菜鸟投胎咯，游戏结束咯，轻松的虐菜哥就是这种霸气啊。哎，我太强了。其实也没有什么啦，毕竟一个银牌而已，要挑战我确实是困难了一点。
哪有什么先死后死？你们专业一点好不好？我们几乎是同一时间死的，哪分什么先后？对不对？哪分什么先后？这个几乎同一时间死，大家就比第二杀、啊，这个很公平啊！一换一啊，我们等值啊，一换一啊。哎，反正你们不要屁话那么多。事实是我第二次单杀了他，就那么多，就那么简单。他们废话一堆干嘛？事实就是，